好，此时有一位巢湖中医医院助产师毛医生也赶到了现场。经过毛医生的诊断，该旅客即将临盆。为了保护旅客的隐私，我组织周边旅客及乘务人员将该孕妇抬至四车的残厕内。吐已经出来了，你进到里边去，你他妈两个人，你到里边，你到里边，你手两个手托住他那，手托住屁股那地方，两个人在一块儿，来吧，你手个托住那三块，别慌，别慌。